大家好，这里是试音琴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证的品牌乐器，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欢迎大家收看本期乐器试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把 Jason Smith 制作的 Joe Strummer 纪念款 Fender 全球限量 Master Build 电吉他。 Jason Smith 作为一个拥有快30年 Fender 吉他制作经验的吉他匠人，可谓是子承父业，水到渠成。他的父亲就是 Fender 公司传奇人物 Dan SmithJason Smith 幼年时跟随父亲来到加州，5岁左右就已经跟着父亲与 Eric Clapton、In Green Mountain、Jeff Beck、Robin Ford、ZZ Top 等大神级人物一同工作，顺理成章，摇滚乐和 Fender 一直都是 Jason 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1995年，他正式加入 Fender Custom Shop 部门。2001年，带入 John English 门下。2006年，正式成为了 Master Builder。Fender 为了纪念传奇乐队的 Clash 主唱兼吉他手 Joe Strummer， 推出了全球限量70把的 Joe Strummer Esquire， 由制琴大师 Jason Smith 操刀，复刻 Joe 在版 Clash 乐队时期的主力琴，并且将经典的细节一一还原，忠实重现了琴体上的磨损痕迹、黑色条纹以及琴桥下方的贴纸。此外，更是提供了专属定制的粉红色航空箱，做旧风格 Heavy Relic 破损文物风。琴体木材大师精选两拼漆木，琴体漆面消基漆，琴颈木材大师精选纹路枫木，纸板木材大师精选3A级玫瑰木或片式，琴颈轮廓59SQC 型，品位数品丝21品6150中大号品丝，纸板半径9.5英寸，约241毫米，有效弦长25.5英寸，约648毫米，琴桥复古式，调音旋钮 Schaller and Low Mini， 琴桥拾音器 CS 手工缠绕556 Tally， 控制旋钮3档拾音器切换。
音量 X1 音色 X1。感谢收看这期节目，希望这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这里是试音琴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证的品牌乐器，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